我特別都係強調嘅就係話喺香港發展嗰個離岸人民幣同埋人民幣衍生工具各方面，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因為呢樣嘢咧係會令到香港將來嗰個金融中心咧係更加多元化，同埋可以即係為我哋國家即係管理好將來嘅風險。咁呢方面，我希望我哋喺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資產嗰邊咧做多啲嘢咯。